多謝頭先負責典禮嘅兩位同學，我哋以下負責表演部分嘅司儀，我係四丙班嘅關信源。我係三甲班嘅何依林。師兄師姐喺留校經歷咗6年嘅時間，學校係佢哋充滿回憶嘅地方。今日就係佢哋嘅畢業大日子，所以佢哋為咗今次嘅表演喺籌備方面都花咗唔少心機㗎。係啊，而佢哋跟住落嚟會表演嘅節目叫做《沿途有你》。首先會請大家先欣賞屬於中六同學嘅一段短片，然後佢哋會透過演唱《真的愛你》而有共情，不再猶豫，依三首耳熟能詳嘅歌嚟到感激所有人喺佢哋成長嘅路途上面勉勵過佢哋。除咗感激父母、學校、師友嘅陪同之外，仲表達咗對未來嘅肯定。歌曲中一詞一句都正正表達咗佢哋不再畏懼未來嘅未知，而是勇敢迎接新的挑戰。希望各位在這個節目裡面可以感受到師兄師姐對父母、對學校、對師友的感恩以及對未來的憧憬。以下下來的時間就交給中六的師兄師姐。百思改路是花名，齐心吃午饭，然后揸定。我们阿孙，你个样做咩咁不舍噶嘛？转眼间就到属于我哋嘅毕业典礼啦。喺过往一段时间里面，我哋充满迷惑、低落，甚至疑问。但系依家回想翻，其实都有百般滋味涌上心头。好多难忘的回忆依浮现，真的很不舍得啊！不舍啊！离别虽然是一件伤感的事，但同时是一件开心的事，因为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啊嘛！很多的支持和鼓励，例如我哋平时去外面温书温到好晏，或者是补习好晏先翻到屋企，而我哋屋企人都会留翻饭送或者汤俾我哋。而其他家務雜務嘅嘢亦都唔使我哋做，例如我阿媽咁同我講：啲碗你擺就得噶啦，我哋洗下等一陣。其實呢一啲默默嘅支持同埋鼓勵，係的確俾我哋好大嘅幫助。爸爸媽媽，多謝你，辛苦你啦！我知道你哋一直好驚會俾好多壓力我哋，但係有時候我哋温書温到好攰，有時候聽到你哋咦我我嘅時候，例如你哋就話：發仲唔喺度温書就怕考試啦，覺得我哋真係覺得有少少煩。但其實我哋真係喺心底裏邊知道，你哋係好錫我哋同埋好關心我哋嘅。係啊，除咗屋企人之外咧，其實我哋都好想喺呢度多謝阿校長。校長咧成日都會引經據典咁樣去鼓勵我哋啦。咁我好記得有好深刻嘅一次就係咧，佢就提到話：勇者相逢智者勝，智者相逢仁者勝。咁咧呢句説話令到我好深刻，我就知道原來一個人無論幾有勇武。幾有勇敢、幾有智慧都好，都唔及一個有仁德嘅人重要。所以咧，呢句説話咧就啟發咗我，勉勵咗我第日做事嘅時候咧，都要抱住一個有仁德嘅心。就算離開咗盧校之後啦，都要做一個有仁德嘅人。多謝你，校長。仲有老師咧，老師都為我哋付出咗好多時間同埋汗水。佢哋唔單止幫我哋捱更底夜、改補改卷、更新，利用放假時間翻嚟幫我哋補課補習。都是為了希望我們拎一個好成績取得佳績在 DSE 裡面，儘管有時候我們都嫌你唉給這麼多功課給我們，我們都很抱怨你們，但是有時候我們更會跟你駁下嘴博士這樣令到你們很不開心，但是其實你們都沒有放在心裡面，還很堅持地教我們去不同的努力學習，這樣令我們感激學到很多東西。多謝你們老師，多謝你們多年來的教導。不要咁多愁善感啦，只要我哋俾心機咁讀書、認真工作、孝順父母，咁樣先係對大家最好嘅報答啊嘛。Yes。
出溫暖永遠在背後，總是囉嗦始終關注，不懂分析太內疚，沉醉於音樂刻不讚賞，無心的我永未退讓，時候總會匆匆掙扎，親人總可報答，春風化雨透我的心，一生眷顧無言的送贈，是你多麼溫暖的目光，教我堅毅放著前路，拯救我跌倒不應放棄，沒法解釋怎可抱盡責任，我已寬大是無限，請讓我說聲真的愛你。阿 Ken， 估唔到咁快已經到咗你中學生涯最後一日啦，我哋畢業啦。唉，原來我哋嘅中學生涯係過得咁快嘅，真係快樂不知時日過。係啊，喺呢幾年裏邊，我哋經歷咗唔少嘅甜酸苦辣、悲歡離合。諗到即將要同我哋呢班同甘共苦嘅好朋友分離、好同學分離，我真係好唔捨得。嚟，俾我擁抱我先嚟。係女仔就好。我哋應該開心啲，我哋今日畢業，講啲開心嘢。好啦，咁我打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嘅開心嘢啦。我哋中六級，我哋為咗應付呢個文憑試啦，我哋日日都為咗應付呢個文憑試，我哋留低喺個自修室啊、班房啊，温到好嘢好嘢。但係呢個時間咧，其實對我哋嚟講咧係最難捱嘅。但係我哋有呢班好同學，我哋有一班好老師。有了他們，我們有時候說一下笑，嘻嘻哈哈這樣，那我們令到我們的日子沒那麼難捱。在我們當我們遇上很大的困難的時候，我們有這班好同學，他們可以默默問他們的事，他們都不會嫌我們煩。這些都是我一生很難忘的回憶。其實除了溫書的回憶之外，我們還有很多很開心的回憶，有旅行、歌唱比賽。我仲好記得歌唱比賽係十二月，我哋其實都要面對呢一個考試同埋要應付公開試啦。但係我哋各位都去喺百忙之中抽個時間出嚟去統籌去準備呢個歌唱比賽。其實我覺得我哋目標唔係為咗贏，唔係為咗攞獎，其實我哋係為咗喺我中學生涯裏邊留下一個最美好嘅回憶。蕭俊朗，你講咗咁多咧，我忽然諗起一句嘢：友情咧並唔係一件大事啦，係由好多好多好細小嘅事嚟組成嘅。在過去的三年啦，我哋班我哋中六級啦，都有好多好多好珍貴美好嘅回憶。但係今日係我哋中六級嘅畢業禮啦，我哋即將我哋快快樂樂一齊學習、一齊生活嘅日子，即將要離我哋而去。一諗到依樣嘢，我真係好唔捨得。阿 Ken 呢樣嘢你又唔使咁擔心啊！而家啲科技咁發達，一個電話、一個短信就可以一次過約曬同我出去見面啦，仲得閒可以同老師食下飯添啊！係啊，所以咧，其實我覺得友情咧係唔會咁容易改變嘅。係啊，咁為咗我哋嘅友情啊，我而家好想喺呢度做一樣嘢啦，祝願我哋一班好同學、好朋友佢哋啦，佢哋可以尋找到自己嘅目標啦，發揮佢哋嘅自己所長。實踐到他們自己的夢想，沒錯，所以怎樣啊？下雨天總掛念從前，球場上那可愛片段，突然又已一年，期望再會面舊朋友，就算心裡未遙遠，但這刻渴望見，即使沉睡再短，時光可變，世界可變，人情亦許多都變遷，有共情不變，那種真找不到缺點，你我再次相見，從電話與傷心碎耗損，有共情從難扭轉，
心里那热恋，明知神真理 Now and then think of you and me Forever friends, forever will be Time is changing, and nothing we will bring Cause of a heart, forever sing四哥，在二六年中學生涯入面，你覺得有什麼是最難忘的呢？如果我數，我做過班長，可以同學可以搞一些活動，可以幫老師分擔工作，從中我真的學到不少東西。那我呢？一定是舞師啦。哎，沒錯啦，在這幾年來，我和舞師隊的同學一起練習，一起奮鬥，而且還參加過不少的學界和全港性的比賽，當中的成績都不錯的。多得學校給了不同的機會我們發展所長，還可以發掘到我們各方面的潛能。這些潛能呢，可以令到我們在日後工作上和升學上都成為寶貴的經驗，令到我們日後可以走得更高更遠。唉，我們即將要離開母校投身社會，有些可能要出去工作，有些會繼續升學。試想一下，如果沒有母校的悉心栽培，又怎會有今天堅毅進取的我們啊？在未來遇到困難的時候，只要我們秉持著母校的校訓，積極誠懇求真創新，一定可以將一道又一道的難關解除。沒錯啦，在未來我們一定不會忘記母校和老師的愛護，將這些寶貴的經驗貢獻社會，發光發亮。老客人，爭氣啊！爹哋媽咪，我愛你。各位同學，我哋會掛住你哋噶。各位校工，多謝你哋，辛苦曬你哋。最後我哋畢業啦！死你啦！無聊夢見了謠言。那種理想不太易，即使有信心，鬥志卻抑止。誰人定我去滑流？你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你手，讓理想揮手。你的聖經都心中只比天更高，自信打不死的心不會到老。我有我心底故事，世俗世俊會斷得失落與悲與夢義。世界中可以。一、二、三。我有我心底故事，曾经写上每段得失落与悲与梦意。成找到真谛定上的世界，终可见。